你好，欢迎您走进麦子学院的 Python 面向对象编程课堂。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面向对象开发实例。这里我们介绍的面向对象开发实例是以开发一个图形化的时钟程序为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时钟程序的运行实例。这就是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当我们单击改变表盘这个按钮的时候，此时这个表盘会自动的修改，修改为一个图形的表盘。首先，我们来看对于一个面向对象开发的案例，我们如何进行面向对象开发。首先，要完成一个项目，我们要了解这个项目。因此，我们来看项目的描述。这个项目的描述是运用 Python 的 TKintercool 开发图形化的时钟程序。它的具体要求：一、时钟启动时以系统时间为当前的时间；二、时钟有时针、分针和秒针；三、表盘可以切换为程序绘制的，或者是呢基于图片的表盘。这就是项目的基本描述。那么，有了项目的基本描述以后，我们要针对这个项目进行面向对象分析。因此，我们第二步就是对钟表这个对象进行面向对象分析。分析一个钟表，我们会很明确的得出以下这些部件，也就是一个钟表，它要具有表盘、时针、分针以及秒针。那么它的运行效果呢？我们刚才呢已经展示过了。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图片表盘。首先，表盘呢这里面我们是可以切换的，因此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基本表盘，一种呢是图像表盘。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图像展示的就是图像表盘。一个时钟除了表盘以外，那么就是时针、分针以及秒针，这就是这个钟表对象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具体来看这些组成各个组成部分，它需要具有哪些属性和方法。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看指针。对于刚开始学习面向对象的人来说，分析这个对象构成的时候，时针、分针和秒针可能呢会分别来对它们进行建模，但是呢，时针、分针、秒针虽然它们走的速度不一样，但是它的外形以及它的属性很多呢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三个对象我们呢只要建一个模型就可以了，只要给它不同的属性值，比如长度、颜色以及它的运行速度，那么它就分别就成为了时针、分针和秒针，所以在面向对象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将具有不同属性的同一数据模型建多个，这样呢就增加了程序的复杂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建一个指针的模型就可以了。那么指针的模型对于这个钟表来讲，它需要建立哪些呢？它需要具有哪些属性呢？第一个就是指针的坐标级，也就是这个指针它在走动的时候，中心坐标是什么？它的针的头部的坐标是什么？这个头部坐标呢，是指针的这个头端，这是呢针的中心。这些坐标级我们可以呢预先计算出来，就是只要知道这个钟面的半径、钟面的位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指针的另外一端，它所有坐标的集合，然后是这个指针的当前位置坐标。那么有了当前位置坐标，我们就可以绘制秒针、分针或者是时针的当前位置。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呢再获得下一个指针的坐标，这样呢再进行绘制，这样不停的绘制，我们就看到指针就在往前走了。那么这是当前位置坐标。还要记住指针的颜色，也就是说它是蓝色的、绿色的还是红色的。
粗细，那么一般来说呢，时针较粗，分针最后呢是秒针最细。当前指针呢图形 ID，在 TKINT 这个图形库中，我们绘制的每一个图形都有一个图形 ID，用于操纵这个图形。这里面呢，我们用的这个图形 ID。用于呢删除这个图形，比如说秒针从这个地方移动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需要把原来这个位置这个秒针删掉，然后呢在新的位置绘制出另外一个秒针，那么这就是它的当前指针图形 ID 它的应用。然后是画布对象，画布对象是 TKINT 当中绘制这个图形的对象，它可以包含很多图形。然后是当前指针的上级指针，它的意义就是对于一个钟面，它的时针、分针和秒针，它们之间呢有一定行走的关系。比如说，秒针走了一圈，也就是60次，那么分针呢是走一格，那么这是上下级的关系。那么我们通过秒针、分针和时针这种上下级就像齿轮一样的关系来带动它，它们之间呢。有规律的行走，才能够成为钟面。这里面的上级指针就是通过呢上级指针和本级指针相联系，本级指针转了多少圈以后，然后上级指针呢转了指定的格子。那么这是当前指针的上级指针，它的意义。下面是上级指针的行走关系，也就是对于当前指针来说，它转了多少角度，上级指针它才能行走一格。那么这些都属于这个指针的属性。那么这个指针除了属性以外，它还应该有一些方法。它的基本方法有哪些呢？一、行走一格，也就是这个指针呢，从原来的一个地方向前呢跳进一格。比如说这个秒针跳进一格，代表1秒时间过去了。然后是设置起始位置。当一个时钟刚刚运行的时候，我们要设置它的起始位置，以使它和真正的时间相匹配。那么这是设置起始位置，这个起始位置实际上就是设置针头的坐标。然后是绘制指针，就是在这个画布上绘制一个这么一条线，这就是相当于指针。删除指针就是对当前指针的位置的。当前位置的指针进行删除，这是指针所应该具有的属性以及呢它的方法。然后是表盘，表盘这里面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基本的表盘，这种基本表盘呢就是我们通过画布当中所提供的画线功能绘制一根一根线，将每一根线都绘制出来。基本表盘所具有的属性就是这些所有刻度的起讫点坐标。以及画布的引用，那么有了画布引用，我们就可以运用画布的方法来绘制这些坐标，然后是绘制刻度线的这么一个方法，包括还有呢删除刻度线的方法。当然，这个基本表盘每一个刻度线在绘制的时候呢，也都有绘制 ID，我们要将它保存起来。这样呢，我们在删除表盘的时候，直接将所有刻度线呢都删掉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基本表盘。对于图像表盘，我们将它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刻度盘，还有一部分呢是图像的装饰，也就是这个表盘的装饰。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盘实际上呢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呢是底图，这个底图包括呢这个刻度，另一部分呢是这一朵花，这一朵花呢是表盘的装饰。那么这两个部分呢，应该讲具有相类似的属性，它的属性都包括图像的名称，也就是这个刻度图这个图片，它的基本名字叫什么？然后呢是绘制 ID，我们将它绘制在这个画布上，它的 ID 号是什么？这样呢，便于我们在后面切换表盘的时候将这个图像呢删除。然后它要具有绘制的方法、删除的方法，以及呢。指定图像文件，也就是我们可以指定这个刻度图的图像文件，给它换一个刻度图。那么装饰图的这个表盘，这个表盘的装饰图，具有同样的属性以及方法，这个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将表盘和表针组合起来，就形成了
钟表。因此，钟表包括三种类型的指针，也就是指针这个模型。指针这个模型经过三次实例化，实例化成为了分针、时针和秒针。然后是表盘，然后是切换表盘这个按钮，以及呢设置图形表盘图像。这是钟表的基本方法，以及呢它的属性。另外呢，也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按钮，这个按钮的作用呢，就是用于切换表盘。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代码，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所实现的基本代码。当然，这个代码的开始就是用于导入一些 Python 当中的标准库的。紧接着，我们定义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 get clock step，也就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取得每一个坐标点的。那么这个坐标点是指什么呢？是指指针的坐标点。第二个方法就是将坐标点包装成为一个生成器，然后我们建立了这个指针的模型，也就是定义一个指针类。在指针类的构造方法中，我们需要指定以下这些初始化的参数，那么包括表盘的中心坐标、表针的长度。有了表针长，我们才能够计算出这个表针的指针头部的坐标，然后是画布的引用，以及指针的行走比例，也就是呢，和它，也就是它上级指针与本级指针的关系，然后是上级指针的引用，以及这个指针的宽度，也就是比如说一为秒针，二为分针，三为时针等等，然后是填充为默认为黑色。那么这是这个指针它的构造方法的基本参数。那么具体的，下面就是第一步，将上面定义的这个 generate i position 这个方法包装成为一个生成器。而且呢，是循环，可以循环产生的，它可以循环产生坐标，就是一圈一圈又一圈，就是模仿。然后是将这些传过来的参数进行保存，并且呢，指定当前坐标的位置为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地方生成第一个坐标。然后是定义一个 draw 方法，这个方法呢，用于将指定当前位置坐标的指针，将它绘制到表盘上。那么这是 draw 方法，然后是 walk step 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让指针行走一小步。在行走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它调用了删除，然后呢绘制，也就是呢这个指针的行走实际上呢包含了两个方法调用。那么这个两个方法调用的就是首先将原位置的指针删除。然后呢，在新的位置绘制上新的指针。当它绘制完以后，还要呢来判断上级指针是否需要行走。那么如果上级指针需要行走的话，那么就是调用上级指针的行走方法，就是 walk step。然后呢，让上级指针来移动。下面呢是删除的方法，那么很简单，就是在生成的时候，我们将它保存到 ID 这个。生成的时候，我们将这个指针的 ID 号保存在这个变量之中。在删除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变量不为空，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它删除。然后是方法 set start，那么就是钟表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它要设置当前时间的这个位置。紧接着是表盘的定义。这个表盘定义呢，一个就是表盘的带刻度的那个背景表盘，这个背景表盘的定义呢和指针的定义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表盘的中心位置、表的半径以及呢画布的引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画布这个引用来将图像绘制到画布上，然后呢是传入图像的文件名。在绘制的这个方法中，将图像打开，然后呢，使用 create image 将这个图像绘制到指定的
地方去，就是以这个为中心点，将它绘制到这个表盘中间。然后呢，并且呢，把这个图像的 PID 号给它保留下来，然后存到这个类的实例属性当中。然后删除的时候呢，直接调用这个 PID，就是将它删除了啊，画布啊，然后调用画布的这个 delete 方法，将这个 PID 传入，就可以将这个图片删掉。然后是设置图片，也就是我们可以修改这个图片。修改的时候呢，就是首先要传入一个图像，然后呢将原先图像进行删除，就是调用自身的 delete 方法删除，然后呢再绘制。这是表盘背景的图像，然后呢是表盘内部的装饰图像。这个装饰图像呢，因为它有它的属性和这个表盘的背景的这个图像呢是很多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直接继承了它。然后呢，对做方法进行重载。那么本来这个做方法是什么样呢？就直接获得图片，然后呢绘制它。这个地方呢，我们对这个，因为它是装饰，所以它的位置会有所变化。所以我们绘制的时候呢，把它的坐标 x 和 y 坐标进行了一下变换，然后呢将它绘制到这个表盘上。那么这是图像表盘，由上面两个装饰和表盘背景共同构成了这个我们定制的这种图像的表盘，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定义了一个图像表盘。同样呢，它有自己的构造方法，以及呢设置图像的这个方法。在设置图像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是它自己来设置图像，而是呢调用其子对象的设置图像的功能，每一个都调用一次，这样呢，背景转换了，背景盘被转换了，那么装饰图呢也会被变换，然后呢是删除，同样呢将它委托给它的子对象来进行。紧接着是 plate 这个类，这个类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的表盘类。基本的表盘类呢，我们首先要获取这个表盘所有刻度的这个坐标，也就是 position A 和 position B 两个坐标，然后呢，我们同样要具有绘制方法以及呢删除的方法。那么绘制方法就是将所有的刻度全部绘制到表盘上，然后呢删除就是将所有的刻度都删除，这样呢表盘就没了。然后我们定义的是 my clock，也就是钟表的类。这个钟表类呢，它就具有了一些构造方法。然后呢，我们将上面的这些类进行实例化，放在这个构造方法中。紧接着呢，我们有切换表盘的这个方法。切换表盘的方法呢，实际上就是调用表盘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删除啊、绘制啊，来切换表盘。然后是设置图片，那么也就是对于那种图形化的表盘，我们可以呢对它进行设置图片，包括呢表盘的背景刻度以及装饰的这个图片的名称是什么。然后这个表，它需要呢行走，就是 walk step。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自己行走，而是将它的方法委托给秒针，让秒针行走。然后秒针行走呢，再带动分针，以及由分针行走，再带动时针。这样呢，三个指针就在钟表面上可以有序的运行。然后是 start time 这个方法，就是首先取得当前的系统时间，将它的小时、分钟以及秒分别呢计算出来，然后呢，我们返回这么一个三个数值，提供给这个地方进行使用，这样呢就可以指定指针的初始化位置。然后我们紧接着定义的是类 my button 这个类，这个类呢它也很简单，就是呢是由 clock 这个对象，然后呢我们呢定义了一个button 就是实例化了一个 button，并且呢将它添加到这个根窗口当中，然后它定义了一个 change plate 方法，就是用于切换表盘的。那么当然，这个切换表盘仍然是委托给钟这个实例来切换，而不是它自己切换。所以面向对象当中，很多动作都是由上级的这个动作委托给下级来完成的。所以，对于组合体来说，
它的操作是很简单的。然后呢，我们定义了一个自己的 Tcat，那么它继承了 Tcat Int 当中的 Tcat，把原来的 Tcat 当中的 quit 方法进行了重载。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定义一个 start clock looping 等于 false，那么也就是说操作这个操纵 start clock 这个类的类属性 looping，让它等于 false，也就是当这个主窗口关闭的时候，我们使呢这个 refresh 让钟表的指针停转，也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单独的线程，它会结束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明显是使用了一个线程来完成指针的运动。那不然的话呢，指针在实际在运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操纵这个窗口的话，指针会停转。下面我们看在主程序中就非常简单了。就是首先初始化了一个根窗口，这根窗口呢，我们使用了继承了 tcat int 当中的 tcat 这个对象的 myTcat，然后呢，利用 tcat int 来初始化一个画布对象，并且呢，将它加入到根窗口当中，然后我们实例化了一个钟和实例化了一个按钮，都加到根窗口中，最后呢，我们利用线程的方法来将指针运行起来，并且呢让它循环运行。然后呢，我们调用根窗口的 resizable 方法，使得这个窗口的大小是不可以改变的。最后启动这个事件循环，钟表就运行了。我们再次运行一下，这个钟表可以不停地这样运行。当我们单击改变表盘的时候，它就会改变表盘。这个窗口是不可以改变大小的。我们也可以拖动它。这样在拖动的时候，由于它是指针的旋转是单独的一个线程，所以呢，拖动的时候呢，这个指针它不会停转。如果我们不采用线程的话，你在拖动的时候呢，这个指针会停转。对于面向对象编程，需要你在项目当中不断的去体会它，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它。那么本节课作业是：第一，为这个时钟添加调整时间的功能，也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它的10分秒；为这个时钟添加自选表盘图片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表盘的图片，我们在下面呢添加一个按钮，可以呢通过浏览的方式来修改表盘的背景的刻度图片以及呢装饰图片，那么这是第二个任务。本讲视频到此结束。